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主日礼拜。在礼拜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同心祷告，安静我们的心。全能的上帝，在主日的上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了要寻求你的面。愿慈悲怜悯人的天父来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今天再次饱尝你的慈爱。我们将自己的软弱向你陈明，恳求上帝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苏醒我们的灵。我们不单单只顾我们自己的事，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为今天的讲员、司会、录影以及所有的同工和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祷告，恳求上帝掌权在我们的当中，恳求天父除去搅扰我们安静礼拜的各种因素，让我们注视于你，让我们在礼拜当中不会想去喝水，不会想和家人说话，单单就是要来敬拜你。让我们在家里的礼拜如同在教堂礼拜一样的庄严，这时候我们的心要安静等候你。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充满我们，相信天父今天要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不但在今生有盼望，在来世也有永生。今早上求主你帮助我们倒空自己，让圣灵充满我们，将耶稣的谦卑顺服、爱人、有行动力的各样好品格赏赐给我们。求主透过今天的敬拜，再次将我们的生命更新，让我们能够天天进步。现在我们要来预备心，好好聆听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充满喜乐的早晨，老板邀请你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风暴的时候，困境的时候，更要用信心的诗歌来赞美。在今天我们要用一首新歌来赞美他，用一个新歌来敬拜他，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仇敌都要羞愧了。阿门。阿门。我们一起来拍手。我全心，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信心来宣告，扬起我们的声音来敬拜他。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仇敌都要退去了。阿门。从头再来唱一次，我全心，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风和浪，仇敌都转身逃亡。当我抬头大声歌唱，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见风越变一起预备，仇敌都收回因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在。我永远，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越变已经预备，仇敌都要羞愧，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这世界。主啊，你是得胜的主，是赐平安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有平安，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我们起来拍手。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在我心。宣告，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在我心。在我心，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高举我们的手来向神来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我们宣告，主你送我们的力量，已经预备，手里的手会引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的神，哈利路亚！将所有荣耀、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我们请拍手。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敬拜你，谢谢你，耶稣。
是的，主。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也将我们自己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不足、一切的伤痛，主啊，全然交给你。主啊，你求你的灵亲自来触摸我们，亲自来恢复我们。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界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主要使我们经历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主啊，你是信实，你是有力量的，我们将我们所背负的一切重担交给你。我们再唱一次，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心事，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主啊，你的应许，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主，我们回转向你，在极难之中，极难之中，我们回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主啊，求你医治我们，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亲自兴起，求你兴起，求你就回去，我呼求你的名，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着你。各位弟兄姐妹，请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求神亲自挪去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他面前的事物。这些可能是我们在属灵上的骄傲，有可能是我们对于属世的贪婪，或者是我们在关系当中曾经遭受一些伤害。求神亲自来帮助我们挪去这一切拦阻，挪去这一切影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感谢你，是的主。主啊，谢谢你耶稣。主啊，你垂听我每一个祷告。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吸引我们来渴慕你。主啊，恢复我们的生命。极难之中，极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转移至恢复我们。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拉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是的主，我们知道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主要你是成就你应许信实的神。主要还是感谢你，主要当无论我们唱了什么样的诗歌，做了什么样的祷告，主要我在敬拜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渴望，主要就是我们能够更深来经历与你的同在。主要求你圣灵亲自触摸我们，使我们经历你大能的同在，在你同在里。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闭上我们眼睛来唱《在你同在里》。我灵得安息，我灵得安息，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我最得洁净。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你恢复我生命，你恢复我生命，耶稣。耶稣，求你来吸引我，我真渴慕你，愿更多有你，愿更多有你，耶稣，耶稣，我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更深来渴慕你，
更多有你。再一次，耶稣。更深呼求耶稣，耶稣，我们真渴慕你，我真渴慕你，愿更多有你，愿更多有你，呼求耶稣。享受耶稣的同在，我真渴慕你，我真渴慕你，愿更多有你，愿更多有你，我真渴慕你，我真渴慕你，是的，主，主要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主要谢谢你爱我们，以致你来到这个世间上为我们而死。主要谢谢你，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我们在高处或低处，无论我们在快乐或痛苦的时候，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主要你都安慰我们，主要使我们得享从你而来的安息和平安。主要谢谢你，我们祷告不完全，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愿应着我们的敬拜，上帝得着最大的喜乐和安慰。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三节到十一节。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三节到十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第447页。在撒玛利亚城门外有四个患麻风病的人，他们彼此交谈说，我们何必在这里等死呢？我们到城里去，城里有饥荒，我们会饿死在那里，我们坐在这里也是等死，不如向叙利亚军投降，他们最多是把我们杀死，但说不定会饶我们的命。于是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出发到叙利亚军营去，到了那里没看见一个人。原来主使叙利亚人听见大队兵马和战车前进的声音，以为以色列王雇用赫人诸王及埃及诸王以及军队来攻打他们。因此当天黄昏，叙利亚人都逃命去了，丢下他们的帐篷、马匹、驴，军营也照样留在那里。那四个麻风病人到了营地，进入帐篷，在那里又吃又喝，他们看到金子、银子和衣服就拿去藏起来，然后退出这座帐篷，进入另一座帐篷，再做同样的事。后来他们彼此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有好消息，不可不告诉人。如果我们等到明天早上才说，我们一定会受惩罚，我们现在就去告诉王的官员吧。于是他们离开叙利亚军营，回到撒玛利亚，
向看守城门的人喊说，我们到过叙利亚军营，看不见人，也听不到人声，马匹、驴都还拴着，帐篷也照原样留在那里。守卫宣布了这消息，并且把消息传到王宫。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他话并照样去做的人。今天要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蔡牧师，他所要传讲的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第61讲，以利沙第六讲。圣经人物系列第61讲，以利沙第六讲，请大家用敬畏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有一个朋友，他为人非常非常的热忱，他的热忱是表现在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语这样说，就是假贺到小本，就是说他到处去吃，如果吃到好吃的店或是比较新奇的料理，他都会尽他的能力来跟我们介绍。而他介绍的方式不是单单告诉你说这个店在哪里啊，这个店的特色有什么样的菜单，或是怎么样去点菜，或者是说要花多少钱，他不单单是这样子。他用的方法就是带我们一群人一起去吃，一边吃一边介绍，而且一定要他付钱，所以我们这群爱吃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到他这样的热忱，也享受他带给我们的益处。这个朋友让我想到了，如果我们传福音也是用这样的一种热忱，这样的一种精神，相信福音一定会很快很快的就传出去。我常常在想，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是一个美好的恩典。我本身是大学时代才正式接触到福音，当我接触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才发现说福音真的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平安，可以享受喜乐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领受越多的人责任也越大，所以我们要通过今天所读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今日当传美好的信息。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也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现在的聚集，让我们有安静和渴慕你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造就，让我们的灵性可以得到苏醒。主啊，求你将圣经当中的真理赐给我们，告诉我们当走的路，让我们的信心不至于软弱，让我们的脚步不至于疲乏。也恳求主将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将一切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主保守眷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今天的经文背景。刚才所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七章，我们整段故事要先看前面第六章的经文。事实上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个故事，就是上次我们有提到先知以利沙靠着上帝的能力，让来犯的叙利亚军队的人眼睛瞎了，然后他就把他们引导到撒玛利亚城去。当以色列王看到这群叙利亚的军队被俘虏之后，他就问以利沙，征求他的意见，说我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全部都杀掉。但是以利沙跟他说不可以，他建议他要给他们吃，要给他们喝，当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再送他们返回他们的国家去。
也因为他们这种爱心的款待，让叙利亚的军队有一阵子都没有再攻击以色列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叙利亚国的国王还是不甘心，他就派遣军队来包围撒玛利亚城。结果这次包围的日子久了之后，撒玛利亚城的粮食就用尽了。圣经说，当时城内的粮食缺乏，甚至连一个驴的头竟然值80块银子，200公克的野葱也值5块银子。这些原本不值钱的东西一下子就涨价了，物价有很大很大的波动。甚至这时候城内的人因为饥饿的缘故，居然做出惨不人道的一些事情。以色列王在巡视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喊他说，王啊，你要为我伸冤。王就问妇人说，你有什么样的苦处？他回答说，他指着另外一个女人说，这个女人曾经对我说，我们现在非常饥饿，所以先把我的孩子拿来吃，第二天再吃她的孩子。所以他们就把他的儿子杀了煮来吃，结果第二天他说该轮到吃他另外一个女人的儿子的时候，他居然把他的儿子藏起来。王听到妇人这样说，就当场撕裂衣服，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愤怒而且伤心。他想到，怎么我的国内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呢？因为整个撒玛利亚城的悲惨，不只是所需的得不到供应，而是整个人格道德沦丧的悲惨。居然可以把自己的儿子杀来吃，又要去吃别人的孩子。这时候以色列王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把怒气都全部指向以利沙，他认为是以利沙所造成的，他就去找以利沙。结果以利沙先知对他说，要听上主的话，明天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市场，你们用1块银子就可以买到3公斤最好的小麦，或是6公斤的大麦。王心想，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城里面物资这么缺乏，不可能照你所说的这样子。王的侍卫这个军长也不相信，他就说，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上主打开天上的窗降下五谷也是不可能的。以利沙就指着这个军长说，明天早上这个时候你要在城门口看见，但是你一口也吃不到。这故事还没有结束，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经文。今天早上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时刻，有4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城外彼此对说，他们这样说，他说，我们为何要坐在这边等死呢？我们上回有提到过，麻风病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绝症，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的。所以这4个麻风的病人，因为怕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他们不得不被赶到城外去，住在城外，要靠着城内的人的接济才有粮食。可是那时候城内的人都快要饿死了，所以他们自然而然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供应。他们就彼此这样说，他说，我们何必在这边等死呢？我们到城里面，城里面有饥荒，我们会饿死在那里。我们如果在这边坐着也是等死，不如我们去向叙利亚军队投降，最多他们也是把我们杀死，反正都是死，说不定他们还会饶我们的命。所以在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就出发往叙利亚的军营去。到了那里，他们发现居然连一个人也没有，原来是上帝动工啊，使叙利亚人听到大队的军马跟战车前进的声音，他们以为是以色列王去搬救兵，去找雇用赫人或者是埃及人的王的军队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吓得连夜逃跑，丢下他们的帐篷、马匹跟驴，所有的食物都留在这个营帐当中。所以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叙利亚的军营里面，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逃跑了。
所以他们就进了一个帐篷又一个帐篷，吃了喝了，并且从当中拿了许许多多的金银跟衣服收在自己的怀抱里面。可是接着他们突然间好像想到什么，他们就彼此这样说，他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有这样的好消息不可不告诉人，如果我们等到明天早上才去告诉别人，我们一定会受到惩罚，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告诉王的官员吧。于是这四个麻风病人就进到城门口，对着半夜守城门的人说出他们所看到的。守城门的人听到这个，他们也认为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大家都不相信。于是但是他们还是去报告王，王就差遣使者去看看，结果果真是这样子。众人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就全部都出城去掳掠叙利亚人的营地，一下子大家又丰盛起来，经济跟资源又恢复了。正像上帝借着以利沙所说的，当时用一块银子就可以买到三公斤上好的小麦，或是六公斤的大麦。以色列王也派遣他的旁边的军长去城门指挥，但是因为人群太多了，他被来往的人群踩死在那里。正像先知所预言的，他会亲眼看到这件事情，但是却一口也吃不到。亲爱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好的信息，牧师要从四个方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叙利亚人包围，他们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粮食缺乏，没有饭吃，整个经济体系崩溃了，人人就充满了恐惧，失去了平安，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性的尊严也荡然无存。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似乎找不到出路。我们来想想这个时代，在今天的台湾以及全世界各地，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不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情况差不多呢？我们是不是也陷在恐惧以及极度的不平安当中？当日以色列人是被仇敌所包围，今天我们是被病毒所包围，而且不只是实体的病毒，也有心灵的病毒。事实上在这段期间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台湾人民都展现一流公民的素质，很多人都配合政府的政策，让自己得到很好的保护。事实上这就是我们面对问题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用最好的方式，最好的策略来保护自己，保护别人，不要让灾情再扩大。但是我也同时看到有很多人在这段时间依然唱衰台湾，一直扯后腿，有些人怨天尤人，有些人大肆批评，有些人不配合各项政策，甚至还有人乱传假消息。这样不但不会使自己得到好处，反而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带给人更多的不平安。我们观察一下，如果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一些人的恐惧。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不平安，就像经文当中的撒玛利亚城一样。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当撒玛利亚城陷入饥荒，有四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无意之间看到了叙利亚的营地有那么样多的粮食，有那么多的金银，有那么多的衣服在那里，他们就一个帐篷又一个帐篷的去拿，他们满心欢喜，因为原本快要没有希望了，现在居然有这么多的食物跟这么多的财物。这四个大麻风的病人就好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不平安的世代当中，先尝到了救赎的恩典，我们领受了许多的恩惠，明白什么是真实的平安，就好像麻风病人一样，在没有希望当中看到了盼望，
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亮光，在很多坏消息当中听到了福音好消息。事实上，我们的信仰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即使有很大的苦难，但是一个真正认识全能主宰的人，心中就会充满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这就是真实的恩典，是这个世上一切的势力所不能给予的。所以我们接着来看 这四个麻风的病人，他们吃饱了之后，他们忽然间想到了什么，就彼此这样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有这样的好消息不可不告诉人，如果等到明天早上才说，我们一定会受到惩罚，我们现在就去告诉王的官员吧。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是在社会当中是被人家排斥的，也许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但是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真理。他说，我们拥有好消息不能不告诉别人。他们认为自己享受太自私了，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跟其他的人分享。这四个人原本因为生病被赶到城外去，但如今他们得救了，却还纪念那些赶走他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得了救恩，明白什么是真实的平安，我们在心灵上得到饱足的人，我们要去反省一下，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难道我们就一天过一天，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一年过一年吗？心中充满了感恩，却不知道要有所行动。我们的生命难道就是如此而已？难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却不像那些心灵饥饿的人报一声信息吗？难道我们比这四个麻风病人还不如吗？我们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却隐藏而不与其他人分享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一下，在我们一生当中，是不是都未曾跟人家分享一次平安福音的好消息？难道我们就只是这样吗？我们看到麻风病人那样的热切渴慕，他说，如果等到明天早上才说，一定会被惩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应该传扬这样一个平安的好信息。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平安喜乐的恩典，但是牧师刚才说过，领受多的人就应该拥有更多的责任。那我们要如何完成呢？特别在疫情的这段期间，牧师有以下建议。首先，第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在危难当中可以向上帝祷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个时候代祷的力量，我们应当用敬虔的心向上帝祈求，求上帝怜悯施恩。我们应该为世界、为国家、为教会、为许许多多的人事物来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再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应该要分享平安温暖的信息。在这个时刻，牧师认为不要做任何没有建设性的批评，是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度过危机的时刻。我们应该成为上帝平安的使者，去宣扬平安温暖的信息。就像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一样，他说，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仁爱，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要趁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和平之子，多分享平安、鼓励、温暖、感人的信息。牧师常常看到，也会收到大家在 LINE 群组当中所传的早安、午安、晚安，常常的请安的信息，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
笑话、一些八卦，甚至我也收到一些假消息。但是此刻我们不如我们就分享一些上帝话语当中鼓励人让人得到盼望的话语，一起分享教会当中牧师所传讲正向盼望的话或者是影片，让一些心灵不安、心灵恐惧的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另外，我们不应该只是在这个时刻只用嘴说平安平安而已，我们还是需要有关怀的行动。圣经雅各书这样说，你们当中有弟兄或姐妹没得穿没得吃，你们却对他说平安平安，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而不供给他们所需用的，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如果真的有朋友因为疫情的缘故真正需要救急的协助，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能力尽可能帮助他们寻找一些资源或是分享一些物资。事实上牧师认为说用实际的物品取代金钱是比较适合的方式，但总之就是我们斟酌自己的能力跟对方真正的需要，我们心甘情愿的分享，这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危机的时代当中，我们应该看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门徒身上的使命，把握这个机会，就在此时去分享、去传扬美好的福音信息。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充满力量，可以带给我们更新、调整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将我们本身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引导保守，让我们听了你的话又照这样去做，我们深信我们会因此而蒙福，也让每一个与我们接触的人得到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时候我们要预备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有能力奉献我们的金钱，实在是因为你先祝福了我们，好让我们将你所赏赐的分别部分出来为圣归给你，成为教会圣工的需要和帮助弱小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是只是奉献金钱而已，愿我们也将我们的全人、全心、我们的所有都全然的献给你使用，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坐。现在我来报告几样事工。请我们翻开周报第四页。因为台湾疫情现在急剧的变化，所以教会需要调整聚会的方式。我们要根据下列的原则来进行：第一，暂时停止实体礼拜到6月13日，各场礼拜采用直播及录影播出，敬请大家在家中照平常习惯的礼拜时间，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第二点，儿童主日学也采线上教学，从10点开始播出，请父母能够陪同孩子一起学习。所有成人主日学我们都暂停。第三点，教会内的各种聚会停止到6月14日。第四点，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们应该从个人健康管理做起，配合政府各样防疫政策，并且善尽我们信徒的本分，时时为台湾的疫情代祷。虽然我们暂停聚会，但是不要忘记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在家中每一天照教会所安排的读经进度亲近上帝，也可以时常利用电话或通信软体与弟兄姐妹互相联络，彼此关心。愿上帝保守我们。第二点，1510祷告网。在疫情严峻的这段期间，教会特别推动1510祷告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同心来为台湾祷告，以及为世界祷告。每天一次，5个代祷事项，大家一起同心，选早上10点或晚上10点。祷告的内容，我们可以在 FB 的官网或小组团契的 LINE 群组中取得。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也可以将它传出去，邀请更多喜欢祷告的人跟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同时领受在基督里的真平安，并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第三点，以佛所书的查经课程，因着疫情期间我们不便到外头去，在家里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查经上面。教会因此推出线上的推播以佛所书查经课程，借着这一次研读以佛所书，我们再来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以及我们参与教会的使命。参加的方法很简单，请你加入 Facebook 双年长老教会以佛所书查经班的社团，经过简单的审核，你就可以进入社团中看录影播出的查经课程。愿上帝保守眷顾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再来，我们看看第五点，肢体关怀。第一，我们恭喜本会会友林木恩、苏慧珍伉俪于5月30日喜获灵儿，愿上帝眷顾新生儿及全家。第二点，恭喜本会会友王贞冠、陈志佑伉俪于6月2日喜获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及全家。第三点，本会会有林清标弟兄，也就是蔡美珍姐的先生，于6月3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以上。接着我们请蔡牧师来牧羊代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是全能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我们所有福气恩典力量的来源。你从岁首到年终，从日出到日落，你都看顾我们。
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并且照着你没有瑕疵的旨意施行的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圣名。主啊，我们特别感谢您从天降下甘霖，滋润干渴的大地。感谢您让我们在疫情当中依然得到保守。主啊，我们恳求您继续保守台湾人民，特别是随着瘟疫升温，我们即将面临医疗资源的不足及医护人员压力紧绷等等问题，求主施恩怜悯，并且掌管一切，让疫情快快缓和下来，也让主管单位能有智慧处理，让医疗资源得以妥善分配。主啊，我们恳求你与台湾所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同在，保守他们，让他们在照顾病患的过程当中得到完全的保护。主啊，我们也恳求你保守在疫情风暴下所有的信徒，让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依然持守信心，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并借着每天的读经祷告祈求与你亲近，让我们心中充满你所赏赐十足的平安，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因着人生当中的困难更加刚强。求主赐福。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了这段时间失去或是减少工作机会的人献上我们的代求，求主引导保守，求你赐下智慧给执政掌权者，让参与经济改革的官员有从您那里来的智慧来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求主扶持正在失业困境的受苦者渡过难关，便赐予他们坚持而不放弃的信心、勇气跟希望，为他们开路，让失业或是工作减少的人能再次在殷勤的工作中获得生活所需，得到满足。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